Irene， 我知道你识弹琴噶，咁你中唔中意拉下小提琴咧？OK 嘅，咁但系如果咧拉到走晒音嘅话，就唔系咁中意啦。其实咧拉得好定唔好咧，除咗即系同你个技巧有关之外咧，其实咧个小提琴啦，喺边个地方出品咧都好重要噶。咁最紧要咧就系拣啱自己嘅琴。小提琴由于音质明亮，演绎风格多样化，一向都是管弦乐团入面的主角。拉弦乐咧，佢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佢佢啲声唔系一瞬即逝，但你拉完之后咧，咁佢啲声仲系长喺度嘅。當你個音好長嘅時候，你再加埋啲油鹽，叫 rubato 啦，意大利文。咁跟住嗰種心咧，係好貼心嘅感覺嚟㗎，你聽落去覺得好有感染力喎。不如試一下。好啊。一般樂器可能你玩完之後咧，得一個好短嘅聲，但小提琴咧，你拉咧有長嘅，跟住你可以咁嘅油鹽，一個好貼心嘅感覺咯。你會覺得好似唱緊歌咁。10岁开始学小提琴，学了13年，现在是香港一个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，自己也有作曲作词，是香港作曲及作词家协会会员。这首写字就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。Simon 对音乐的兴趣可以说由小提琴开始，现在他还懂得弹奏钢琴、中提琴、大提琴、吉他和二胡。 Simon 说，学小提琴的时候曾经想过放弃，还停过一两年，不过之后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，重新刺激他学习音乐。其實音樂呢樣有講感情係要培養嘅。起初嘅時候細個咧，未有歌仔拉嘅時候都幾悶咯。咁拉拉下覺得啊，其實好好聽啦。咁跟住後屘老師嗰啲會讚我喎。然之後去到樂團又可以同啲人一齊夾琴，咁慢慢就中意咗佢啦。學小提琴基本上冇年齡限制，最好當然由細學起，同埋要有恆心同毅力，好似學揸弓同埋學完善手指擺位。日常生活都可以揾到機會練習。例如話可以搭巴士嘅時候，我攞地鐵條柱啦，咁我攞呢個手咁扶住佢，又攞嚟練習。平時攞支筆咧，又可以當係支弓咁樣，去到點樣去練去揸咯。攞支筆啦，平時都可以做到嘅，冇支弓喺手都可以咁樣扮住揸弓嘅，咁樣啦，咁樣去練啦。又或者你搭巴士，可能有啲柱咁樣，你可以攞嚟練手指啦，咁樣都可以做到咯。最緊要無時無刻咁練，因為練得多就會進步噶啦。伍秀文讲，当初佢学拉弓同埋揿弦线都学咗3个月。你话学唔学到？我觉得任何人都学到嘅，因为只要你唔系想做大师嗰啲咧，其实要学呢基本功唔难咯，系人都可以做到噶。只要肯练习就一定得噶啦。演奏乐器，学习技巧同埋正确步骤好重要。咁学拉小提琴，要先学左手揸弓，同埋右手换线手指位。以前學琴同而家唔同嘅，以前老師好嚴格嘅，佢一定要你1年2年之內咧要學基本功啦，咁唔可以好急進啦。例如我自己咁咧，我頭3个月都要學姿勢噶，唔可以拉住噶，淨係擺度姿勢，點樣揸支弓？3个月係將中指啦嘅第一嘅關節擺喺你嘅弓嘅黑色嘅膠嗰度，擺喺上面，然之後跟住你個手指弓咧同佢構成一個圓圈嘅，構成一個圓圈啦，其他手指咧就好輕鬆咁鋪落去，主要係將第一關節。食指啦、無名指啦、尾指啦，第一關節鋪喺個木上面咯，咁鋪喺度，好舒服咁鋪喺度嘅。用力咧推進咧就係、靠呢個圓圈去推，即係手指弓同埋中指啦。咁你要用力壓，即係壓支弓嘅時候就用食指向前咁樣壓嘅。呢兩隻手指無名指同尾指就係輔助嘅啫，呢個係最重點咯。右手由前手臂到手指延線位都有基本功。手咧呢要直嘅喎。因為唯有將來你要即係用力用得好啲啦，咁跟住啲手指咧就係咁樣擺落垂直擺落去，唔係扁嘅，要咁樣擺嘅。呢個就係最重點啦。然之後你抬琴嘅時候咧，呢個叫琴頭，你要個琴頭水平咧去到個鼻咁高嘅。至於點樣整到咁高咧，就係要夾琴啊，講下啦。我哋呢個叫腮啦，呢度咁呢度有嚿骨叫鎖骨嘅喎。我哋將個琴咧就係比較側邊咁樣擺喺呢度夾住佢。
夹住佢，咁就唔可以太低。如果你咁样夹就会好低噶啦，一定要咁样夹嘅，咁样样。然之后跟住去到呢个鼻咁高咧，咁就夹好个琴啦。选定用咩嘅帽啦？咁咧呢个咧系 flat 嘅帽啦，咁咧我哋就会由呢个帽咧去做侧板，跟住咧由呢个侧板咧就做呢个底板同埋面板。第二个步骤系做侧板。将啲侧板咧，头先嘅侧板咧，冚板咧，就一个个咁样黐晒落去啦，咁做咗侧，嗱，个侧板就同呢个一样嘅，其实，我咪做呢个侧板啦。你睇得到咧，嗱，而家咁样放翻落有困难啦，点解咪嗰个边个木已经整好啦？咁咧就系我哋咁样攞出嚟嘅，整咗个侧板啦，跟住咧，我哋咧就由呢个侧板咧，就去画位，咁咧。畫咗位之後呢，咁我哋就鋸啦，鋸完之後呢，算係翻小提琴型出嚟啦。首先我挑咗個面嗰個弧度啦，跟住呢執到佢靚靚啦，跟住呢我哋就畫底嗰、那個，就係頭先個步驟，係啦，頭先個弧度。咁刮完嗰、那個呢，我哋呢就要將佢黐埋㗎啦，咁呢一黐好咗之後呢，我哋再由呢度咧做个面，再由呢个面板咧，我哋叫做咧要挑个 F 孔啦，挑完个 F 孔咧，跟住咧我哋要黐个 base bar 啦。咁将底板、面板、侧板黐埋一齐，就成为一个基本嘅琴身。跟住咧，将有条嘅木条装嵌琴边嘅坑位。因为线边系用呢啲线啦，咁咧就挑个坑位咧，咁样藏落去嘅。是咁真係藏落去㗎。个作用係咩呢？装饰啦，同埋保护啦，同埋睇你嗰个工艺呀。跟住上埋个琴头，再上油风光之后啦，再用水同埋砂纸打磨，再上油再风干，重复呢个步骤几十次，以达到增加琴身古雅嘅卖相。最后上埋弦线同调校音准音质。订做手制小提琴，木工部分约摸两星期。咁上油风干打磨步骤，因为要夹啱秋天，差唔多要成年。咁加加埋埋要两三年做一只小提琴。由于需求增加，而家由落单订做到员工攞货要五年时间，订制费用系十万。呢次消费广场嘅节目时间够啦，下星期一会有理财解码，再见，拜拜。